我知道你想用谁，我同意。陈彪本是我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四号亭旁看到一块青石了吗？我想你和你爸爸必须离开香港。什么？注意了，有人闯进。当年大叔为什么把魏家交给你这个笨蛋？说吧。 是抢劫还是抢人？抢人。这样，你就可以独揽我爸爸在香港的产业了。求什么事？龙山要逃跑？有可能。 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啊！ 大哥，一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事已至此，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阿福，什么亮话不亮话？我是你大哥，有什么你就说嘛。大哥，我求求你。
你们俩都给我当老大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魏家的老大。你如果配合，我就送你和义凤去伦敦，义凤可以谈谈情，你也可以想想清楚，大家彼此相安无事。老大，老二说你投靠大陆警方，把我兄弟全出卖了。放你妈的屁！我龙山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从来不出卖朋友。大傻，你说我对你到底怎么样？还有阿辉、阿宝、阿健，你们说呀，我对你们、对你们的家人怎么样？ 义父，义父，义父，走，你跟我走。义父，乖，等一下爸爸。 海岸一号发生停用，请乘船。海岸一号注意，上船检查，遇到情况直接向国际刑警总部报告。 Thank you.
边别吭声。前面5公里有个岔道，我们可以改过。那我们走岔道。龙山，我们现在非常怀疑你的诚意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回答我的问题最好直截了当，我们坚决不会给你任何一次机会。游艇爆炸是怎么回事？艇上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游艇那是卫普要害死我和我的女儿，我可是你们保护的证人。你实在是无药可救了，你死有余辜。我是死有余辜。龙山，我想你现在应该讲一些真话。阿瑟，红蛙那纯是偶然的事件，你们知道我在这方面是有些嗜好。龙山，如果你现在还是废话连篇，那我们什么都不要谈，你随便。阿瑟，请上车。督察，看来还是按你的方案行动。势在必然，行动。爸，怎么办？暂时别动。真的走了？绝没那么简单。不管前路是吉是凶，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走。各小队密切注意可疑的白色面包车。一辆白色面包车，明白，我们已经跟上。给我，快把枪给我。待会警察追上来，什么都不要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下车，快点，快下车。
老大让我来接你。姐，啊，老大这几天还好吗？抓到了一个龙山的女保镖，龙山女儿的女保镖。对，啊，老大怀疑她是卧底的警察，招供了吗？她怜香惜玉，舍不得用刑。嗯，年轻人有这样的见识，前途无量。谢了。 你是何三管的兄弟，对。何三管是以前的老大，陈兄的拜把兄弟。要是你哥活着的话，肯定和陈彪合不来。为什么？江湖上讲的是义气嘛。可彪哥也挺讲义气的，他答应过我，只要这两笔生意成功之后，他马上还我哥的钱。两笔生意？什么生意啊？反正是笔大生意，具体他没说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江湖上的规矩您是知道的，问多了以后，不是太好吗？ 龙山怎么样？魏府是死是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消息这么闭塞，以后怎么他妈做事？ 到魏公馆附近，不管什么消息给我问清楚，不管什么消息别让我做聋子。是吧？哪儿去啊？嗯。那妞儿怎么样了？说什么了吗？大哥，啊，在这儿。 怎么样？是自己说出来，还是让我帮你等等啊？我是受命于人，身不由己。你在我这儿关了一天一夜了，也没人来救你。看来他们并不是很重视。 我看这样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只要忠实于我，难道你就不怕我是警察吗？臭三八，给你脸不要脸！
吃啊，老板啊，好吃啊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于涛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不过有惊无险，事情办得还很顺利。于涛估计没几天就出来了。好，这是韩宝的材料，看起来应该是海南美富村的人。现在这些已经无足轻重了。为什么？今天凌晨，龙山的游艇在海面上突然爆炸了。龙山现在是死是活还不清楚呢。是吗？耶，没准这小子就跟着龙山一起一命呜呼了呢。这凌晨上游艇也没理由啊。这是天意，上天让我们少费很多周折。天意。是，少了不少麻烦。早知道这样啊。不，你去一趟非常有必要，你带回这些资料，至少让我们宽宽心。再说这小子身手的确不错，万一今早游艇没他的份儿的话，我想把他买回来为我所用。好了，是。还有那个女保镖，我想也没什么问题，只要我好好调教她，我不又多了一对鸳鸯杀手吗？大哥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林女士，一路辛苦，早点回去吧。那改天我再跟你谈珠海的事。好。上楼接电话。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我就送你回家。我爸爸呢？哎呀，他犯的可是杀人心警，在香港算是大案了，只怕是进来容易出去难呐。现在魏普也死了，你们魏家就剩下你了，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。止痛的。
定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咱哥哥小姐回来了，看看看看，不该回来的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小姐，铁柱跟魏二爷是一伙的。他跟了我二叔三年，不是一伙的才怪。我二叔命当该绝，铁柱不必为他殉葬，放开他。小姐，小姐，听大小姐的。让他走吧。铁柱，去王叔那领点钱，走吧。谁啊？哦，侯爷。啊？浅水湾被人闯入了。好，好，我马上派人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就叫何良来见我。是的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好啊。好，好。我不过来。我看你啊，用不了多久会自己绕着过来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给你用的什么药？那是美军当年在越战上空运的催情剂。问我怎么处置你吗？有一个办法，给陈彪打电话。你打算拿他跟陈彪对付安妮？你说对了。用心良苦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？老天告诉我的。90834563。彪啊，叶云，你在哪儿？少废话，我让韩先生跟你说话。陈彪吗？我是韩卫东。你听好了，你的女人在我手里。今天下午4点，在植物公园我们见面，交换人。如果我的安妮要有个三长两短，
那你就准备给你的女人收尸吧。在香港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等我和我爸爸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游艇上了。游艇上还装了定时炸弹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平时对我这么好的堂叔，竟然如此残忍。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们活。后来呢？魏普低估了我爸爸的威慑力，当时在场的手下竟然不敢向我爸爸开枪，所以他就自己开枪。我当时真的愤怒极了，我太可怕了。我现在睁眼闭眼全是血淋淋的场面。我爸爸坐了牢，这是 FBI 传来的有关案卷。经过研究分析，这些人很可能和龙山有秘密往来。此人护照名叫约翰·道瑞，是美国三藩市康寿集团的副总裁，前几天到香港，昨天才回美国。也就是说，康寿公司和龙山之间是有交易的。不过经过龙山的交代，他们之间只做保健品。这是三藩市华人黑社会的头，英文名弗朗西斯陈，原名陈家俊。陈家俊？陈家俊，河南洛阳人，这好像和缅甸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他有一个伯伯叫陈长居，这是陈长居的全部资料。他以前是国军上尉，62年死于金三角。陈长居，也就是陈水源的父亲。督察，缅甸的资料到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看我们还是去关心一下隔壁的龙山吧。好。最近见过此人吗？最近我们公司和美国康寿公司就中国大陆的一个单子发生了纠葛，早在去年我们就终止合作了。督察在问你到底见过面没有。龙山，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现在提醒你，就是在最近，或许可以说就是这两天。红八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最近的确是接到了这个康瑞的邀请函，
他说要就中国大陆的那个单子给我方一定的补偿。那怎么样呢？你如期赴约。是是是，可是陈彪不知怎么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觉得特别奇怪，陈彪跟 Dory 以及这个美国康寿公司，他没有任何的往来，也没有合作关系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所以我为了预防万一，我们没有见面。到底见过面没有？见了。不，可是我没有跟他说话呀，因为陈彪在追杀我。龙山，你的确给我们留了一手啊。我和你之间只有三天，三天以后检方将起诉你，到那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你交给法庭了。即便是没判你死刑，侯爷和陈彪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这其中的原因你自己知道。如果你愿意合作，我们可以申报污点证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我得好好想想，看我还漏掉了什么。游艇枪击事件对我打击太大了。你给我们的打击也很大。好吧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只有三天，三天。警方也获得尸检支持，不宜交保。不过我会向律师会申请，动用第十五条法规，请求尸检给予交保。拜托了。这是龙源集团董事会的章程，按照第一条第四款的，大小姐现在就是龙源集团代董事长，全权行使集团的经营管理，我认为即日召开董事会结束非常时期。那你来做安排吧。大小姐请放心，我会安排最得力的人手辅佐集团的。按我爸爸的指示，我公司会暂时停止与美国康韶公司的生意来往，所以你打份文件召回集团公司驻三藩市的常务机构，具体怎样做我会延期做出决定。老狐狸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现在这个局面我也很难办，我必须注意和香港国际刑警的关系，特别是那个屠赌场，人不错。原来我们是想通过龙山来取得与美国方面的联系。现在龙山做了狼，被捕死了，怎么办？能接替龙山这个位置的只有魏一凤了。胜任不了龙源集团的董事长，所以你要密切关注龙源集团的动态。至于那个龙山，我们看情况再说吧。我很想知道他的口供，但我也要注意我们的力量。我想，太平洋总部这块黑幕也快被拉开了。是。冒险。对。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就是陈彪的马子？万一她只是陈彪逢场作戏的玩物，那你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我不管，
陈彪虽然跟我爸爸作对，但是对我们还是留有情面。万一他发难，我可以阻止他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小姐放心吧。我之所以选择那个地方，就是因为那是大庭广众之下。既然这样，我祝你成功。谢谢。还有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叫我小姐，叫我易凤好吗？我试试吧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目标已出现。换人的时候，你们只要看见叶小姐走过那臭三八，马上就开枪。女子注意，在你们东侧有一枪口。收到，收到。收到，收到。大家从今天开始，同心协力，一起振兴四龙集团。你别忘了，你曾是我陈彪的人。那是过去。到底是大家闺秀，千面娇娃，拿青春气又迷死我。你先坐下来跟我谈条件。当我们穿上警服那一天起，就应该忘记自己是女人。